八十。那你不要骗我们了，我们都相信你。五元首年音乐节，金曲奖，很像一个婚礼。对，就是婚礼是一个形式，但是真正首则是洞房花烛。三项我比较希望哪一项可以？三项哦，年度也算一项。希望哪一项？如果能够，我觉得都可以啦，真的就是没有也没有，就是都可以。我想要拿的是下一张。下一张在我心目中的他有达到说我给他一个奖说这是我最厉害的作品，这是我目标的。我一直以来都在构思，我在做 Pro 的这张时候我就已经在想下一次，所以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我最近就是对乐理在钻研乐理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真的就是博大精深，然后等于我重新找到一个哇，我可以全心投入，然后就是玩很玩很开心的东西。该不会已经结婚了吧？对啊，是八十岁。你不要骗我们了，我们都相信你。五元首年音乐节，从一开始当艺人。对啊，好消息，好灵动。刚刚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受影响？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但我有努力把它顶住。太紧张了吗？没有，就是我喉咙在灼伤。喉咙灼伤。什么时候开始？其实就是一直以来都有这个毛病，但有时候会发作，因为毕竟慢性的。你要去看医生啊，因为会伤到是啊，是啊，是啊，就是，但是就是时间不够，刚好不巧是昨天晚上。